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丰德机关幼儿园董基部书记园长保秋兰。泉州是世界卫生城市海上丝路的起点，闽南文化资源非常丰富。学堂的囡仔是传承闽南文化的主力军。几年来，阮丰德机关幼儿园充分利用本土的优势，引导囡仔伫学习甲游戏中品味闽南小食，学做闽南木雕，佚佗闽南游戏，学说闽南话。特别是学念闽南童谣，去推广南厝方言的传播，也是培养囡仔对闽南文化的兴趣。今仔日，阮幼儿园带来了原创的闽南童谣《南厝人讲闽名》，讲的啊，就是咱泉州今年成为成功的大代志。长囡仔以小导游的角色，介绍咱泉州新位点的由来。当大家知影，就做好一个闽名的泉州人，迎接四方来客，一齐为咱海西泉州做好一个小小的宣传员。你好像是的。今年成为已成功，观众朋友啊，若是讲到天庭的猪八戒，侪人是嗲嗲，唔信得我来看卖。特色